參與2010認識食物保安康之精明選購樂無憂的活動，同時亦都是2010澳門健康城市食品安全週的啟動儀式。民政總署一直在職責範圍內努力加強食物入口衛生檢疫和零售商店、街市、小販的巡查等工作。1、2、3好，看看是什么信息和是什么先。好，包括就是用心观察、严格检查和细心选购的。